号谁认你？身份证就在国内好使，你知道吧？在韩国都不好使，人在这边只认你那个登陆证。你就是问他一下，我就你就说我延期再办行不行？我现在只有护照，那可不可以？就行了，不是说你在哪儿能办，我知道哪儿能办。你护照就是你身份证，你知道吧？现在护照就是你身份证。那你这么说嘛，我在韩国取得一个签证，我在中国能用能买火车票吗？那我在中国的身份证，我在韩国能买火车票吗？那不就得了？我不是没注意吗？行了吧，我还有别的事要做。Tipo cuando no sabes si está enojado o. 回国你不是回国得多少钱呢？你要说早知道他那好啊，你早说我们彩票中500万了。Rather see to eat myself.